小姐，你要去倒位？我用车载你去好。是呀，长，无时间啦。免客气，起来啦。你甲伊是啥物关系？你是想要搁找后补正身？你这个离水会，我永远袂。有一个机会若到，我要来点对面迄个高级工。亲像快员，你看人是靠袂住，你是毋通去互骗人啊？这是赚钱的机会嘛？你奈唔答应？你是起笑是？连你也讲这款话？这个社会哦，面包是比爱情更加重要嘞。我问你嘞，你昨暗甲做一十个人到底？过来。敢知影一个好处是？我要跟他结婚。请你结婚，我不准你跟他结婚。像你这款外形，查某要伫十个九个，都嘛无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要让你甲情侣离开的钱，我无一定。